会儿啊，把我这脑子都给哭断片了。事情发展成这样，娘知道你在强忍着，你别为难自己，想哭你就哭吧。哭有什么用啊，哭哭哭哭哭。娘娘您先别管有用没用，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哭，这样排毒。对，排你妹的毒。绿篱，我一直没跟你说，你每天把自己画得像个面粉娃娃一样，你这样哭起来可真吓人。我可怜的孩子呀，都是咱们张家拖累了你，你不知道，你父亲和你叔父都已经革职查看了，恐怕这次皇上是要来真的了。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原本我和你父亲以为皇上只是树立风气，可没想到那几个御史天天到大明宫去闹，这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破事儿都被他们给抖露出来了，据说还搞了一个什么百人联名上书。现在看来，齐生这是在表达对我撒谎的不满，才起了这么多事端。我是一个重义的人，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替我担这个责任。难道娘娘你已有了妙计？别哭了。